林某 Osmo 入门教学，准备您的 Osmo Mobile 2。首先使用官方标配的 USB 线，通过 Micro USB 口为其充电，指示灯循环闪烁表示正在充电，指示灯全部常亮代表充电完毕。一、使用云台横拍模式，将手机置于手机架内，右侧与抚养轴接触贴近，拧松平衡调节旋钮，左右调节伸缩臂至横滚轴达到平衡，拧紧旋钮，前后调节手机夹，使手机达到水平状态。二、使用云台竖拍模式，拧松支架旋钮，将手机夹旋转90度切换为竖拍模式，拧紧旋钮，手机置于手机夹内中间位置，手握横滚轴和平移轴电机连接部位，前后移动手机，使其可以保持水平状态。竖直握紧手柄，拧松平衡调节旋钮，左右调节伸缩臂，微调手机夹，使手机达到平衡，拧紧旋钮，完成云台竖拍模式调节。三、使用 DJI GO 激活，开关按键按压保持 1.5 秒后松开，状态指示灯变成绿灯常亮，完成 Osmo Mobile 2的开机。运行 DJI GO APP， 选择设备为 Osmo Mobile 2， 点击连接设备，连接上 Osmo Mobile 2的蓝牙， DJI GO 将提示激活信息，根据提示填入 DJI GO 账号，点击激活，完成激活步骤。至此，您可以开始使用您的 Osmo Mobile 2了。在下一节，我们将介绍怎么操作您的 Osmo Mobile 2。感谢您的观看。